好，一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马都好多只啊，外边有印印脚啦，中间橙衫怪兽都市啦，外边京城佳宝最出红衫咧，戴面箍只，仲有呢只缤纷骏骑啊，内栏就黄牌马林，中间白衫七星拱照啊，黑衫咧咁啊，仲有赢马神器，后多层嘅马，内栏黄衫蓝眼罩，大笑大笑，中间投资王，出边就领闯者，摄入去内栏啦，尾四粉红衫啊，友谊之星就拍住呢只伊斯坚啊，尾二咧就是、旅游大使包咗落尾系包胜啊，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处前面带头系怪兽都市啊，做啱第一步先啦，跟住第二位京城佳宝啊，第三位中档印印脚，出边缤纷骏骑啊，内栏第五咧就系呢只大热门嘅黄牌啊，咁啊再喺外边位置嘅马咧，咁啊仲有呢只领闯者啦，你都预佢三四搭外边噶啦，后啲嘅马仲有红眼罩，大约跟住个第七位中档咧就系呢只野马神器啦，内栏黄衫大笑大笑，粉红衫内栏咧仲系呢只友谊之星啊，咁啊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怪兽都市啊，放嚟咗大约嘅个零身位噶，咁啊见到大外档领闯者上紧嚟，中间嘅位置有缤纷骏骑，黄牌亦都冲紧，咁啊再喺外边追就系呢只包胜大外档伊斯坚，最后百零米怪兽都市仲系占先啊，出边包胜上紧嚟，中档仲有缤纷骏骑，大外档伊斯坚接近终点，怪兽都市入边，出边系包胜，咁啊第三名伊斯坚，第四名咧就嗰只缤纷骏骑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放到臨門嗰步咧，怪獸都市咧就唔到喎，反而早段我記得佢應該係脱節嘅呢只包城啊，都落後幾遠咧，外邊追上嚟夜馬，怪獸都市第二、第三名咧都係後上嘅伊斯堅，咁啊第四名就繽紛盡棋。四号嘅包胜啊，沈拿最后咧23倍爆个冷门啦，咁啊终点前过埋八号嘅怪兽都市，彩明少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另一只冷门猛澳伊斯坚国能啊，第四名六号嘅缤纷骏骑啊何泽尧，临尾被过啊，呢只包胜冲得好犀利，早段脱咗节嘅喎，啊冲下冲下，沈拿高达你增添一场头马啦。季内嘅第八 win 啊，高达你临咩黄牌大热门啊，3.7倍啊，落到今日沈娜成绩都唔错啊，咁啊之前都第二第四啦，今日呢场赢啦，嘉晴啊啱去追啊呢一匹包胜，800几蚊。真係好少喎、啊，200几蚊已經好難了。不過你黃牌又何德何能成為大熱門啊？真係，跑28場 Q 都得一次咗呢啲。因為諗住弱組啦嚇、啊，都即係啦，揀馬揀到都冇咩好揀啦，就揀佢啦。但係大熱門就重手一啲。所以真係冇辦法，就係嗰啲小 win 或者零 win 嘅馬熱啲，多 win 嘅只包升就變咗爆啦。反而你睇佢尾嘅喎。啊！佢今日亦都幾神奇，哇！脱節包尾喎，早段。不過佢係咁。唉，呢啲佢啲個性嚟㗎。咁你膽就怪獸都市嘅呢場，嗰只繽紛盡棋啊，其實有啲進步嘅馬，不過佢抽個14檔，唔係好似笑傲非凡咁好彩㗎嘛。呢馬係第一次上陣都跑得幾好㗎啦。全程都喺外邊蝕啊佢。14檔都唔好外啫，8檔嗰只外過佢啦。嗰只叫领闯者，转弯仲外嘅跌，但系都系威系细一度，出头先咁个样好似啊。潘顿系以为醒啊，呢啲马要摄啦，有余之星，但系摄喺里边又冇位喎、啊，粉红衫嗰只。你窄跑道今日要咁设法就唔系下得嘅，所以佢又唔系话真系骑到好多步嘅，反而飞出去得噶呢场。冇乜打个冇打个边啦，有余之星喺度骑唔到乜滞，根本就。淨係逐格逐格喺度揾位推出，即係冇乜機會望空得到。但係即係包勝都叫贏嗰個伊斯堅喺嗰個位喎，仲要3歲增程喎，就呢啲真係搞。咁啊，注定條3T 都係好難搞啦。爆到你無話可說。呢啲你有一匹喺度，唔知點講，篤爆曬㗎啦，應該都。分段时间头段13秒59，第二段21秒92，第三段23秒18，末段23秒74，总时间呢1分22秒43嘅。即系当然啦，今日有几场就大家都知道好简单噶，第三啊、第五啊嗰啲，又或者第八、九嗰啲都比较简单。呢啲第四啊、第六啊呢啲出马又多又都冇乜重心嘅场合，都知道难搞噶啦。
不過難搞得嚟，你都諗唔到伊斯堅喎，因為冇乜條件噶嘛。十三檔增程三歲，咁上一次一啲都冇嘢睇嘅。啊，有冇有冇條件我哋睇唔到咯？有有冇轉配備咩都冇睇唔到嘅。但佢自己又即係好似哇，突然之間有個好大嘅進步，交到個咁強嘅衝勢啦。當然即係你睇落去佢好強嘅衝勢，但相對嚟講亦都即係有有一啲馬喺個內欄嗰度失失澀澀咯，又會有啲咁嘅對比出現。即係我博個博靈創者啊，落班啊，有啲款啊，咁雖然只馬都未係好夠係嘛。啊，唔係我博紛紛進氣啊，十四檔，但係佢因為第一次上陣跑得好啊嘛嚇，咁但係結果冇辦法蝕唔到咁多。咁但係你照計落去咁啊唔緊要，兩匹馬都其實沿途的蝕位都比較多啲嘅，如果真係 keep 得到嘅狀態都，即係之後再有機會。希望講到蝕位，都係跟進馬嚟㗎啦呢啲。翻嚟嗰只印印腳就發現嗰個左前蹄球節部位腫脹喎，可能所以咁即係。